就来今天想要向大家推荐，我们认定一个人的魅力的时候会有很多种的标准。前一阵子日本有一个调查，是把一个外形非常不出色的男生，可是年收入很高很高的，跟另外一个外形很出色可是年收入很低的人放在一起，就没有想到就是绝大多数的女性她们选了那个外形很糟可是收入很高的男生。然后当中有很多很务实的人就说，把他钱拿来叫他去整形，或者是把他钱拿来养一个小狼狗男友都可以。所以呢，在我们排除金钱的原因之外，我们希望建立一些不同的认定魅力的标准。有十位勇敢的男士今天要来参加这个竞争，欢迎各位，你们好。康熙调查局今天针对现场十位男艺人进行调查，调查的主题，谁是演艺圈最有魅力的男明星代表？究竟现场这十位男艺人谁可以脱颖而出，成为演艺圈最有魅力男明星代表呢？当中有几位其实算是壮型哈，就是如果我现在只讲浓眉大眼的话，就是已经有好几位都是浓眉大眼的，所以壮型的那几位，你们的竞争会比较激烈一点，因为可是浓眉大眼还是有分帅跟不帅。不帅的就是在影射潘若迪。因为我刚看一下浓眉大眼，浓眉大眼，哦，怎么也是浓眉大眼就是不帅啊？文姐很帅。心受伤。那另外，我们今天除了网友跟女明星会参与这次调查之外呢，现场有三位女生也要加入评选的这个评审行列，欢迎你们。欢迎。三个品味，陈希宇觉得男生有魅力，心目中浮现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比较成熟的感觉。成熟。哦，哎呦。成熟的话呢，另外一个是感觉有肩膀的男生，肩膀啊。如果成熟的话，我觉得陈木一定出局啦。成熟跟你没有关系，不一定。可是他说跟年纪无关。是，可是像祖雄，我就难判断他算成熟还是不成熟。我不成熟，不成熟，不成熟。你看他都穿这种 T 恤了，还会成熟？对啊。陈希宇，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明确的，比如说是工作的态度还是怎么样？懂得去保护女生。有。对啊。对。好保护。我好奇，就比方说纳豆，在你心目中算成熟还是不成熟？小心讲话哦。不成熟吗？我先说实话。为什么？他其实蛮保护女生的耶。对，可是感觉他的头发太开朗了，太开朗了，不行，不行了，难道都不行了？你的头发太像贵宾狗了，而且感觉好像他很会跟人家去 social， 讨好别人，对，讨好别人，或者是不沉稳，对。你喜欢镇定、沉稳、气质沉稳的男生，这里没有吧？有啊，陈哥哪里看我？哪里？我觉得陈哥啊，我觉得一正算沉稳吧，算沉默寡言吧，不是沉稳。徐熙娣。十个人当中，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的人是，有吗？有这种人吗？你在紧张对不对？继续，先跳就好。张立东，我真的想不出任何一个。你们在座的九位男士能够明白为什么有张立东在这里吗？啊，制作单位表示说，因为就是缺一个人。然后又要便宜的是不是？但我们有这个，没找到刘德华，我们有这个吴尊在啊。哎，我本来要坐在上面啊，可是刚我来之后发现位置不够，我就被挤下来这边。如果是这个吴尊跟张立东呢？他至少还有浓眉大眼吧？对啊，所以张立东没有到，对不对？浓眉可以吧？不是，因为我觉得张立东感觉是会跟女生吵架的那种男生。哦，不是，不能因为我颧骨高这样。可是张立东异性缘异常的好哦，别忘了鸡排妹有没有？对，还有那个谁，方自由有没有？所以他今天是凭着战果坐在这里的，对，就是因为他是有实战成绩，我是凭树枝图来到这里的。因为如果要说丑又幽默的话，那沈玉玲一定是第一名啊！丑，我跟你讲，本来只有一两个人说我不帅，我没有放在心上。后来上次票选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说我不帅吗？我就知道事态严重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社会骗子太多了。你是认为你自己帅吗 ？OK 的。OK 的。哪来的自信？太软了，你不会觉得自己帅吗？有魅力
的男人是不论这个外表的。对，我的 lover， 我的 lover 讲话了。真的 ，Harody， 这个我认同。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办这个调查，就是因为我们要强调不是只有外形。对。所以如果智慧，如果工作能力，或者是人生态度，都能够带来魅力的指数的话，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就不一定要跟人家拼外形。是啊，对，那可是这依然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张立东在这里。哎，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单眼皮。真的假的？全部是单眼皮啊！全部单眼皮，单眼皮啊！而且我是稀有的大单眼。哎，人家全部眼皮多漂亮，你这眼皮是漂亮吗？看一下，不是吗？不又稚嫩，是大单狗吧？大单眼。因为我跟他一起常常表演，我知道他的私底下，如果他遇到一个女生，他绝对会给找一个方法、一个方式，会有让她开心。他绝对他会逗女生开心，他绝对会教一个方式。那纳豆也会啊，对呀，对，纳豆最，所以我们算是撞型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的感觉，看你的脸书，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你的型很明确啊，有生活乐趣的人。张立东没有，我的脸书也很有趣啊，加我看看啊。我不要。你这个，你脸书有趣吗？很有趣啊。很好玩，好，所以我们收到一个是稳重，然后成熟。彩提的，我们只能够一个标准的话，你最在意的男生的魅力的标准来源是？一个标准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有才华的。有啦！你们在掷骰子啊？有啦，三个六，吓到我们了！今天已经第一名了，都是你，都给你，每一个都在奖你。我们先界定一下才华，因为像在座有一些是唱表演的人，那也是表演的才华。你的才华到底是指什么？就表演，或是就是可以让女生觉得有点崇拜那种感觉，算就算或是工作能力也算。脱口秀啊，我脱口秀天王哎，我现在在这里可以让你们笑。所以彩提，我跟你讲，你确定？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这样，他说才艺，我觉得他很危险了。我跟你讲，一个人我比较没有把握，就是如果讲才华的话，是第一排当中，你觉得韩志杰是以什么才华坐在这里？帅啊！是个表演人员啊！表演人员。有这种形容的团体，你确定你知道他会表演什么吗？他以前是唱跳团体，哪一个团体？红孩儿。哎呦，有研究过哦。对，韩志杰在红孩儿的时候的才华是跳。我那个时候就是花瓶，慢一点。你那时候就是花瓶了。对。那到现在就是？我现在还是花瓶。是花瓶。是古董花瓶。那时候的分工他是花瓶，然后马国贤是盲场。什么叫烂尾吗？只有一个张特凡 OK。祖雄、陈德烈跟陈木三个人竞争会很激烈。有，陈木是小朋友，不可能抱着冠军的心情来。可是这三咖太帅了。可是我们才华没有前面的多哎。德烈，因为如果是魅力的话，其实就是不只是外表。我们不要这样讲，外表很重要。某部分而已，还是要搭配的，比如说幽默。人类都有基本的才华 ，OK， 但是长得好看的人很少。你要先好看，他才看得到你的幽默。对。祖雄，你今天是抱着拿冠军的心情来的吗？没有哎，我真的觉得没有哎。就是如果今天是真的是比身材，那我可能还比较有自信一点。什么的，你跟祖雄分比就是川菜的一道名菜，老皮嫩肉。怎么比呢？所以沉稳、成熟跟才华，然后请问你的细心跟度量，那也就是成熟喽。对，比如说你咳嗽会帮你倒一杯水的那种男生。对对对对，就是小动作。这个纳豆还不错吧？度量我也很有。有，你好像有，你是有跟女生分手后表现得很好，对不对？就算你分手，我都愿意当你一辈子的朋友的人。哇，这绝对是度量。即使他欺骗你吗？对，他欺骗我，大概前三个月我还不能承受，但大概过三个月之后就 OK。你谈恋爱的时候有被女生赏过巴掌吗？有啊，我有下跪过。被赏巴掌你也就不会怎么样？赏巴掌那一次他手上还拿着钥匙，所以我说你可以不要拿钥匙。
为什么？这是没有在修纸糊，这是纹身。还要刮花你的脸，找不到刀是不是？不是，他就刚好在生气嘛，他要开门，那我去他在楼下等他，跟他道歉啊。你是不是劈腿他才？不是不是，我跟他妹妹还有他妹妹的朋友出去唱歌。然后他就是妹妹，你不约他，却跟他的妹妹出去，不是因为他是正常上班族，所以他这就是小动作啊，不是不是，因为是因为他妹妹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绝对死都不会跟我姐讲，我们这么缺人，一定要过来这样子。那我就你当然说我要跟你姐先讲，我才能够过去啊。可他姐已经睡了，因为隔天他们要，你这个完全没办法原谅，太可怕，太可怕了。不是因为他妹跟我认识很久，不是很久认识很久的朋友。那你要留一个纸条给，你要留一个纸条给那个姐姐，说我跟你妹妹。有时候后来就遭受很惨的惩罚。这个不可以，这是应该的。我知道。你想看我如果莫名其妙跟汪小菲单独出去吃饭，我不是没有心啊。我觉得这十个人当中有谁是容易生气的吗？谁容易生气？张立东吗？没有啊，没有啊。张立东很爱生气哦。没有，不乱讲的。没有了啦，我觉得还好。可是有那种会记仇的，就会记在心里，所以可能表面不生气，可是他会记在心里的那种。在座有谁是这样的？潘若迪记仇吗？完全不记仇，脾气好吗？非常好，他也蛮念旧的啦。我讲，他一个，你们两个在公正，你不会要抖他前女友的事吧？没有，上次讲那个老保姆有没有？哎，上个礼拜回来了。这已经不要再讲那个了嘛，你是不是魅力男？他让保姆回来就算了，为什么又要泡澡呢？从美国回来的，从美国回来。所以是看了那一集之后，保姆回来了吗？他在美国看到了，感动之下，保姆知道他还在想念他。他在美国看了那一集以后，哇，泪眼婆娑。原来老板是爱男的，死强人，很老保姆，很老，死强人。其实每个外省都是山东人。山东人来，对，一回来就受邀一起泡澡，那就打电话给他。没有，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是他打给我问我怎么办，他说老保姆要找他泡澡，他敢不敢去？你只要确认没有人会讲出去，你就去吧。OK 啦，你们自己先录。干嘛？你要搬去找老保姆、啊？我给你澄清的机会，然后我不再问他了。所以你讲完，我们就这件事先切嘴，好不好？他过年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真的有啊？不是，他没有看到人。我就跟你说，他那话鬼话，你不要相信嘛。他打电话给你嘛？从上次到现在还在相信你们两个有点长进，好不好？打给你了，他给你，而且对他打给我第一句话是不是就唱歌？没有，我优质打本牛。有个野丫头，好感人哦！隔着一个太平洋，两个男女老歌对唱哦。完全没有魅力了，没有。真是的。哎呦！观众，给我五分钟时间处理一下事情。今天的主题不是要讲这个啦。你不是，你讲这个，我讲这个。你脾气很大呀，老师。我们想好，你不要再打岔哦。好，我们就听他的版本，然后就保姆就打电话给我，就是问候新年快乐，我女儿好不好？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炮，后面全部都他一个人加的。谁？没有唱山歌吗？没有唱山歌，就是上一次他把上一次又加进来了啦。好了，那你刚明明说我只唱这一首，那你告诉大家是唱哪一首？告诉大家唱哪一首？那是因为。我保姆要唱歌给我的女儿听。唱歌！我只吃你。你告诉我他唱哪一首？你不是说什么敲巧锣那一首？不是敲巧锣，因为我跟你讲，没有，不那天的还没有唱歌给我听呢。你听我讲，要求求你好不好？唱给小孩听？不，也没有唱给小孩听，完全没这回事。他只把以前的拿出来讲。OK OK。他是因为。他是平常都很少唱歌给我小朋友的，我叫我小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唱一些儿歌或什么给他听，就他就唱给我女儿听，嘿。
唱三个，我来对。哎，敲敲锣。所以你没有唱敲敲锣，是不是？你有一配合他弹敲敲锣。不是，电话中没有唱山歌。他唱山歌，电话中唱啊。电话中有唱吗？没有。这是上一次，这次就打电话问候，好，然后好不好？新年快乐。来看看小朋友什么那一期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讲，就他一个人讲。他有真的回来工作了。他回来过年了。过年怎么待到上个礼拜？还有这样，他回家不能这样上个礼拜吗？奇怪，你要回家，你会马上就走吗？你们回家只挂出现的，你们是怎样啊？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开始。好，那个对方辩友，你的时间结束了。你刚刚说我第十名，我要先走了，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我让你回答，我不再让他插嘴。OK， 好，我不讲话了，我不插嘴。所以没有唱歌，没有唱歌。然后你有邀他泡澡吗？你，我可不可以邀？我可不是三个邀人家泡澡，我怎么邀那65岁人泡澡干什么？所以你没有邀他回来重新当保姆。没有，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在家里。然后他有到家里探望你女儿。有来看。那他到你家去探望你女儿的时候，有没有唱山歌？没有，那就给他一个红包，然后来家里跟小朋友玩一玩，然后就回家了，就很平常这样来看。他到你家也没有泡澡？没。有啦，谁大过年的到人家家去泡澡？你们怎么有这种逻辑啊？穷养你，你是不是可以？他谁会？你来我家，你会我来我家泡澡吗？只有这个王八蛋会啊！初一不能洗，好，初二就可以了。他初二一大早就在你家泡澡了。哎，啊，不要玩，不要玩。累了，停住。所以你刚才说，下一题说的标准是细心跟度量，都是以心啊，都是以先起我们的战火。所以潘若迪这样子算有度量吗？我有点吓到，对我就是他一般的印象就是有点。他刚刚爆炸，你吓到对不对？对 ，EQ 太差，对不对？对。OK， 所以这当中谁在你感觉是比较有度量？我觉得应该是祖雄吧。祖雄有一个，你哪里看得出来？对啊，什么？我说祖雄有一个很贴心的故事。OK， 哦，是你女学员生病，然后你一直送药给她吃，对对，亲自到她家，对对对，然后等到她病痊愈之后，她就爱上你。有泡澡吗？不算爱上，还是唱歌，没有唱歌，没有泡澡，就只是就是我会送那个柠檬原汁，还有一些就是生病的时候应该要喝的一些东西过去，然后他也没有说爱上我，他只是说要约我出去吃饭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子亲自到女生家送药，会不会有点太过头了？没有，就是送我就走了，嗯，就没有多留。可是呢，有一个不重要的排行是现场的男生们互投的，因为我认为他们在目前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嘛，就是一群幼稚鬼。都是你，又是鬼，你们两个哟！那你保姆看到还得了？你表舅妈那件事，好认真。我觉得就应这那句，就是成熟跟年龄无关。哎，沈玉玲啊，所以十个男生彼此投票的话，你觉得你排在前三吗？因为他们好像都见不得我好。没有，哎，包，你怎么心思会这样子想我们呢？我觉得年轻人陈木也好，祖雄也好，因为他们单纯，所以他们可能会投我。嗯，那有的老屁股，对，我绝对不投给你，不要看我，我绝对不投给你哦。你不会投给我？不会。那你要不要告诉我？要不要跟你讲？我帮你投最后一名。我跟你讲，最后一名。我都绝对客观的啦。那个吴凤就是说，外国人，但外国人他算是长得不帅的那一种。什么可能？玉林哥，他也投你做。玉林哥，你看，你看，这个时候默契哦。你看 ，Number Ten。哎呦，你看，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有一个挑战哦。嗯。因为这里的都是年轻人要选，对不对？对。如果对面阿嬷阿伯的话，你绝对是第一名。而且我今天说，如果我输给你，嗯。哎呦！我这个送给你，你真的哇！我这个送给你，真的哇！哇塞，赌好大，哇塞，赌好大哦！已经中奖了，有经过金钟奖的同意。我把我的居留证，我把我的护照，炸掉！我要原来要结婚，我不接，这就不接了。
泰国人拿多是送给你哦，如果赢得到的话。我觉得金钟奖送他还好，你说你要把拘留证跟护照炸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结婚了，他要结婚了，结了，悔婚了。我去菲律宾主持节目，你为我这样做值得吗？你最近有要表演舞台剧吧？有，我们要表演舞台剧。舞台剧也不演了，不演了，要离开台湾了。你要跟谁演？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舞台表演，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搞笑者们》。你不要介绍，你也不去演了。除了吴凤之外，今天还有谁参加这个戏吗？有吴尊跟我，立冬。吴尊跟立冬也有。对对对，我们从4月24日开始会进行一个月的舞台剧，北中南，十个男明星互相投票。你把潘若迪放在第几？第一名啊，我拍给我自己啊，这个第一名。第二名，我给了你呀、啊。你第二名给潘老师，我给潘老师第二名啊。对呀、啊，你哎、欸，没有，看一下我给谁第一名？你给谁第一名？我给郑裕第一名。哈，我给他第一名，你看他给我第二名。那我刚刚还踢你，你踢我。你给自己第几名？我给自己啊，我给自己第四名啊。这么客气？当然啊，因为有年轻的人。你第二名给谁？我第二名啊，我第二名是给纳豆啊，纳豆。哎，我这个是非常公正的，我跟你讲，我写这绝对是最公正。所以纳豆，你觉得在场的十位男明星互投的结果，你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以男生的魅力来讲，你会排在第几？我自己其实我自己给我自己第七名之后，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你会在后段班吗？对，我觉得我是后段。可是因为我最近跟我几个朋友聊天，他们说我有可能会进前五。然后就我自信就有变高。我们现在先看第四名，也就是前段班的哦。紧张哦，第四名，第四名，我们揭晓吧。准备哦，第四名就是。给你第二就是很高，还有人把你摆第一吗？我觉得九比耶，我给他第二，我把他排第二，第四，你看他都，我真的怎么叫第四？所以大家对你评价很高，对啊，就是人缘好吧？男生觉得没关系，但是这个没有很重要。OK， 哎，现在讲这种话，如果人缘好的话，你觉得韩志杰难道人缘不好吗？我觉得他人缘方面他不吃香。演员不好，是别人不熟悉他。对，不熟悉的会觉得我很难相处。其实他很好，其实我也难相处。当然很好。男明星的互相投票当中，陈木应该要很后面才行吧？因为辈分那么低。可是他真的很帅。其他人年纪都比他长很多，他们会觉得年轻的男生还是有魅力。陈木，你觉得你自己在前段班还是后段班？不是真的投票，是这个在场的男明星的互投。后段吧，因为我比较新人，就大家都是前辈，所以我在后面应该是应该的。好，那。我们来揭晓是男明星互投的第六名哈。好，男明星互投的第六名是。好。哎呀，哎。第六名。很高很高很高，为你开心，为你开心，很高。同一排的。你看他前面，只有四个在后面。他排在第六的意思是大家对他有一点防范之心吗？对。就是明明觉得他有魅力，可是又不甘心让一个新人出头。所以又不好意思显得自己很小气，就摆在一个这种地方。对，谦虚哦。所以陈德烈，你把陈木摆在第几 ？OK， 我把他摆在第十。第十啊！哇，已经是撞击了，撞击了，撞击了，故意的。怎么会那么小心眼呢？不是因为，观感都改了。不是因为，你干嘛打压年轻人呢？其他的艺人，我真的觉得他们有他们魅力的地方。吴凤，我跟你讲哈，你刚才拿金钟奖做出来赌这件事情，不是用在这个排行榜上，是用在下一个排行榜上。Second round，
哎呦，这个只是在场的十个人互相投票。OK， 下一个排行榜才是真正的网红。Okay, 这个是好玩。这是 OK， 好呀，好呀。所以先不要紧张，好不好？哦 ，OK，OK，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的第七名。好，艺人互投的第七名是吴峰，也不错啊，你看。个性，我就是真的很想要前面，用就是努力想要自信勾好，我觉得齐敏，我觉得我来说，有点后面对不对？我有一点不满意，可是还有三个人在你后面啦，你还有机会，不用啦，不用那个，因为那个徐林跟伊丽在后面，但是我还是会觉得。齐敏坚持，齐敏有一点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还可以。OK， 伊正，你觉得你在哪里？我自己排，我自己是选我自己第六了。啊，这么客气，谦虚，对啊，这么帅，真的哎，我的，还有什么好骗的？这么客气，第一名是陈德烈啊，第六已经被拿走了，你得往前吧，你不可能到后面嘛，到后面就太假了。讲真心话，你觉得自己是前三名？真心的啦，你自己前三有了，前三，我觉得我自己大概五六成。你有没有猜自己会是冠军呢？有啦 ，OK， 没有，真的没有，没有。吴尊，我们要揭晓的是现场艺人的第三名哈。好。第三名是，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帅与不帅这件事情不是绝对的哈，就是有伊正跟大哥都在前段班。嗯，我们帅与不帅 ？OK 啦 ，OK。哦，你是帅的吗？不是吗？我们这一区不是帅区吗？上面来，你是帅区里面的杂讯。哎，玉林兄，互相投的结果，现在只剩下前两名是你想要的，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对这个排行比较没有在意感觉，不是不在意，很在还是很在意，但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心。OK， 所以我觉得第二应该不是问题。这什么逻辑啊？好厉害，玉林哥，你是在我的后面吧？哈，他们两个互投第一名啊，都是你先你。现场这十位互相投的第二名，给我们看一下吧。好，第二名。到底会不会是玉林哥呢？你这个第二是第一名，这个第二是你压陈武德来的。哎，陈德烈如果第二的话，沈玉林可能第一啊。没有，但没办法了，但我在第八。我觉得玉林哥，我觉得玉林哥不是第一就是最后。对，我觉得他不是第一就是最后。对，我觉得你不是第一就是最后。他命格是这种，所以如果真的在后三名也无所谓，对不对？没有，这一 round 还好，因为这个比较是属于同乐会性质的。这一 round 我会比较开心，比较重要啊。那个吴尊老师，我要看第九名。第九名哦，哎呦，哎呦，哎呦，第九名哦。九名，一二三，啊志杰哥不会，你们对不是最后，不是最后，志杰哥不是最后 ，OK， 你们对新出现的客人真的很残忍，好残忍。我觉得就是他离开这个圈子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对他的熟悉度真的很少，对，跟我一样。想起他的很多事情都是红孩儿啦，以前那个家家福的时候那些戏，现在是第三名，十年，现在第三名，整个人很得意。在训话的，但是都给志杰哥第二名的，我是真的觉得志杰哥是很有自制能力的。纳豆，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第十名是谁吗？我的第十名哦，张立东啊。啊，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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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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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东，嗯，你有打算不要第十名吗？我有打算吗？我很有强烈的这个打算。你不想要？我觉得我应该，因为我是新人，然后在大家都是我大哥哥，所以我应该大哥哥，第八，我应该第八，因为大家会喜欢开我玩笑。你第八，谁会在你后面？谁第十呢？就我前面这一位。潘若迪排在第十，哎，老师平常也请你吃饭，是没错，可是这是魅力，怎么会这么残忍呢？对啊，你觉得你在这里会第几？哎，搞不好第一哦，搞不好第一，第一那位置是空的，我觉得很难，不可能。这个是真的是大家投的方式，其实真的不会很在意，在意是下一趴。好，所以这个后三个人，所以我现在揭晓，如果第十是你不会在意，对不对？第十是我的。那我要揭晓第十了。会。好，吴尊，我们看他们互投的第十名是谁吧，也就是最后一名哈，魅力最低的这个人。好的，一人互投最后一名是。啊！这怎么可能？十字名归一切一点都没有问题，里面有好几
李总，我给你第三名哦。哎，是陈玉敏，我现在只剩三个位置给你选了吧？第一、第五、第八。第一。一五八，拼的啦，五哦，拼的，一五八的数字都不错了哈，一五八，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所以，应该是第八名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八吧，是不是陈玉敏？好，来，好，第八名是，哎，我觉得你是为了伤害潘若迪才讲自己是第八，没有，因为第八名是蛮糟的，没错。你们好到哪里去？蛮糟什么？但是潘若迪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不会，因为这些人每一个，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看上面这一排就是帅的嘛。帅的，对，谢谢，对不对？不怀好意而来。你，我跟你讲，等20年后你还可以跟我像我这个样子，那基本上再来比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次为你办一个，就是20年后样子还 OK 的人，对，你就会第一名，对不对？当然。这是光膀枪木枪。对，还没有揭晓的人有两个人是祖雄，第一名的祖雄跟玉玲啊，好难，哎呦，祖雄第一名吧，祖雄是第一名啊，有可能，可是户头我觉得不一定啊，户头玉玲各位第一名，对对对，冒昧的请教你，你投我第几名？我投玉玲哥第十。我要祖雄，我投你第七。因为像这种户头其实还蛮残忍的，因为你投第十，可能他就会记恨于你，所以我觉得玉玲哥是 EQ 最高的，把他摆最后是最安全的。他会记恨的，还好，他现在手上节目不少，你完蛋了。哎，还行，就两条带状而已。还好，各位看潘若迪总被他修理吗？他就是记恨。如果祖雄会是这个榜的第一的话，我很意外，现场的男生投出来会把祖雄投到第一去，这不是太好预料了吗？我觉得这一 round 可能是沈玉玲第一。对了，沈玉玲第一了，祖雄太年轻了，不一定。所以现场的十个男生互投的结果，觉得魅力最强的第一名是谁呢？吴尊帮我们揭晓吧，会不会是沈玉玲啊？第一名是，是谁给祖雄第一的？我给他第二，我给他第二，第二，你知道吗？平均分太高了，跑到第一去。因为照理说男明星不会觉得他，因为如果论作品，我很意外，所以他是平均分高了，他没有人真的给你第一，就是你刚好被拱上去。好，我觉得我们把这张放到底下来。好。经过第一轮现场10位男艺人相互投票结果出炉之后，制作单位特别找了演艺圈56位女明星，还有将近3000位的街坊女士调查，究竟在异性的眼中谁能胜出，成为今天康熙调查局最有魅力男明星代表的？性感这件事情跟外表一定一样吗？请你讲一个在座的人是外表很好，可是没有那么性感。外表，我觉得韩志杰，外表他的五官很工整。可是你不会想要看到他全裸，而且下面穿丝袜，你知道吗？就他没丝的那，我记得他之前来康熙，好像他还说他也是维持肌肉哎。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种女生稍微变胖，他就会说你快点减个肥好不好啊？怎么让自己肥成这样的那种型的男生？我觉得我的特长是诚实，就你今天穿得很丑，就说你怎么穿这么丑？你看他就是那种。我是厦门的，但是你今天很漂亮，我就说，哎，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可是通常这样子都太 boring。你有准备好你在第二个 round， 也就是近3000个网友的投票，我一定是你可能会很后面掉车尾的，我一定是掉车尾，后三名一定掉车尾。嗯，我们谢谢有2798位女生参加投票，56个女明星哈，来，我们看第七吧。好，第七名会是谁呢？啊，干嘛？就表示他空了3个名额，是要给另外3个倒霉的人呢？没有，我们还是基于说大家有一份情谊在，他过关了我们也开心。对呀，我只透露一件事情，就是我手上拿到的摘要的网友对韩志杰的意见。我们为了保护他，我们就不讲负面的部分。好。
可是负面的数量比正面数量多了三倍左右。网友陈慧静他说很帅很可爱，到现在依然保有令人羡慕的娃娃脸，所以这是当初红孩儿的粉丝，我想。然后玲玲说不管几岁都有魅力，尤其眼睛很迷人。Amber 说身材好，青春脸，加上年纪考量，第一名当之无愧。所以还不错。倒是蛮好奇女明星们对她的评价是什么耶？因为我们不可能都访问到跟她同期的，就像你们这几个晚期的就不知道她是谁啊。但是我给她第五名哎，所以她才掉到这里。我也给她很前面，因为我觉得她跟一整个会让我觉得她很像那个。金牌特务里面的那种很绅士的感觉哦，对 ，OK， 陈希雨呢？我给他第三名，哦，那么前面呢？我给他第二，哎呦，前面呢？所以女明星的分数应该不错，所以他可能是败在网友那边哦，应该是，应该是。那你应该有勇气看女明星们对你的评价 ，OK 吧 ？OK， 好，来播出来。我的第一名当然就是韩志杰啊！你看一下他们同团的另外两名，就是现在在演艺圈当红的那个男艺人，就已经走中了，但人家还可以保持得这么好。我觉得韩志杰啊，就是这么多年来可以保持这样子，真的很不简单哎。客官哥，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怎么维持、怎么保持的。韩志杰，志杰哥，我之所以会把他排得很前面，是因为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红孩儿的歌，然后我就对于红孩儿其实有很好的印象。年轻的时候是红孩儿嘛，可是现在呢，虽然已经上了一点年纪，但是他的身材啊、他的外貌是所有里面团里面保养最好的。像红孩儿走中的也蛮多的，你知道国贤哥啊、柯凡哥啊、陆军哥还好，但我没什么资格讲人家走中了。但是我觉得他好厉害，都没有走中。对现在而言，比较之下跟国贤哥比起来，国贤哥好像需要加油一点，因为国贤哥有点糟心。说真的，如果红孩儿没有他的话，就不成立了。那个团体顶多叫红十字会，因为叫大家做善事。我一开始看到韩志杰的时候，其实有眼睛一亮，但他就是我小时候的偶像，那是过去了。这句话嘛，其实如果我觉得跟他们比，我当然不会太名列前茅。可是跟我们那些走三的团员比，我一定是第一名嘛。对，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是拿你跟其他团员比。对，所以我也是要。所以我下次为你办一个红孩儿的排行。OK OK。那他就一定第一啊！纳豆啊，你会在倒数三个中间吗？我觉得不至于，大家都不可能。我先念一些网友对你的意见给你听。哦，先念没有信心，纳豆，你觉得不可能？豆哥不可能的，豆哥，豆哥你要对自己有自信。纳豆，你可以听吧，你可以听可以吗？你其实蛮勇于跟网友互动的，对不对？对，而且其实很多就算会骂我的网友，我都会跟他聊天。陈奕奇这位小姐，给你只有四个字，就是童颜色狼。因为我只是我真的没有特别色，我是跟一般的。王怡婷给你的评价是你一直都在发情中，这个是有一点可能。香港妹妹用的字很重要，听吗？刚刚那个还不算重哦。那个是还好。香港妹妹说觉得你每一秒都在用透视眼看女生，这太夸张了啦。所以这些都是来自一些误会，对不对？可能就是媒体的形象误会。OK， 所以你不好色。我觉得我跟正常男生一样。你要念几句好评啊？念完他又说我第一，我第一。纳豆哥，这是九N写的哈，他说纳豆哥，你的幽默感让你增高20公分。哦，多高？多高？那蛮高的。幽默界的巨人。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说他像宠物。好温暖别人，你干嘛笑出来？他们是好的评价哎。那个吴尊先生，我们现在来揭晓是近3000名网友跟56位女明星投出来的第六名。第六名，对，好，揭晓第六名。第六名是，哇！前面的第四名啊，又是嗯。你的那个护照跟我准备了，要等一下要烧掉的。我准备等一下，你跟中奖先拿出来。等一下，我你是不是觉得你可能会输给沈玉琳啊？我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你已经把奖放着，我随时要拿。我直接给你哦。不要，你先放着，先放着嘛。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但是哦，谁？你？我要说他。可是。
美丽啊，我觉得她真的很可爱，但是还是比较多年轻人在投的话，他们还是想要选比较年轻，比较。你们三位妹妹最近有演一个戏吗？有。纳豆有演吗？纳豆没有。上一季的我有，这一季的没有。所以你们这等一下，所以这个你们三个演的戏是《劲舞青春》，是跟跳舞有关吗？对，我们就是一个舞团的 dancer。嗯、夏雨欣会跳舞吧？很会，科班非常，所以你这样不是很吃香吗？没有啊，他们两个其实也还蛮会跳。我们就是在演戏之前，我们还要集训了一小段时间，这样子。OK， 我们要看那个，我们现在来看纳豆他得到女明星的评价。我觉得第一名是纳豆哥，因为虽然他就是外表上真的没有很加分，但是他因为懂很多零零口口的小东西有的没的，然后很新奇很潮，我觉得他幽默风趣这一点会获得女生的好评。喜欢纳豆就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我就有欢乐了。纳豆受欢迎的程度宛如天王。纳豆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这样子小小矮矮短短，他女人缘超好。因为我发现纳豆就是有他在的局啊，每次每个女生或男生都笑得好开心。为什么他非常有魅力呢？加上他每次带出去的妹都不一样哦。纳豆，我真的对不起你，因为呢，你的身高，还有你这头卷发，以及你的头这么大，我真的只能把你排在后面了。纳豆哥，你花名在外，只要听过你的消息，没有一个是好的。而且听说你谁都可以交的女朋友哇！哎，你现在十二星座都交齐了吗？我有个这样的形象，因为我交朋友就是很就是。我很愿意跟大家。所以你这个形象有要解释吗？还是就承认了？可是我觉得解释也没有用。你在收集十二星座吗？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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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收集十二生肖。不是，二十四节气。我觉得我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其实对女生都很好，没有要侵犯的意思。他是以冠军的身份在发言吗？不是，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私底下，你说完没有要侵犯的意思？没有要侵犯，只是逗他笑。是基本要求吧？这不是一个。可是你刚才里面讲的好像就是要把女生吃掉干嘛之类，完全没有，他完全不会。你说你一般最多学生会有五百多位吗？502。所以运动完大家要去冲澡吗？要冲澡。一起？我没有，你帮他们去，他们去冲他们的澡，他们有去他们自己本身男女生的冲澡的地方，所以你不是好色的。我当然不好色了，你有帮他们围浴巾啊？怎么没有？我什么时候帮他们围浴巾？乱讲了你！我有一次在那边冲完以后说来来来，哎，浴巾你就帮我围起来呀、啊。你跟女学员会有肢体上的碰触吗？没有，怎么会没有？人家那个李学员胸闷，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是问我还是问你？不讲，你都不讲老实话。但我不讲，你讲是老实话。李学员胸闷对不对？他这样他敢弄在后面哦，来，老师帮你弄，这样弄。我跟你讲，可能是出于我跟你讲，他这可能出于专业吧。对，你讲对了。在我的教室，你上次被沈玉玲整过之后，你还跟他做朋友啊？我们后来也是有一起泡澡啊。你为什么还在讲这个？你们真的有一起泡澡吗？那个，因为那天他约的啦。真的有泡澡？去沙帽山。对啦，那可是因为有带家属去，你知道吗？他带他老婆，带我老，他跟他老婆泡，那我总不能。我们不能四个人一起泡嘛，到只有我们就两个人一起。男生泡男生的，女生泡女生。对啊，不是应该各自跟各自的老婆泡吗？老女生跟女生泡，男生跟男生泡。没有，因为他那个那种房间式的都客满了，所以我们只好泡大众的。所以从纳豆跟韩志杰在六和七看起来，你判断出来帅哥最后会挤到前面去吗？很难说哎。就一正起码应该在前三吧。一正前五没问题，我没把握。有啦，你有你一定前三，那么雄厚，对不对？对不对？台湾老老少少，谁不知道？56个女明星加上近3000网友的票选，最有魅力的男明星的排行榜的第二名会是二名啊，二会是哇。满意吗？我满意。但是我不觉得我会那么高，我觉得我可能你第二一发使得韩志杰在第七有点没落，因为同时代的人对啊，所以我自己在评定的时候，我如果是为韩志杰，我就觉得他如果消失多久，我也要消失多久。你赌这么大，你现在赌一刀干嘛？赌这么大，你想到你赌哪一刀哎？我觉得他需要。我们前排都没剩几天了，你不要再这样讲话了。所以刚刚第七名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抖了一下，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在八九。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所以你觉得韩志杰？我前面有我的人选啊，包括虽然说玉林哥长得其貌不扬，但是他是。但是你也长得。第二以后讲话很严。
学富五车，我觉得他是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那种。你觉得第一名会是祖雄吗？可能还是两个人吧，那个陈德烈跟祖雄。嗯，陈德烈或祖雄，尤其陈德烈，因为他刚提到他会做菜。嗯，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有时候我朋友来家里吃饭，他们看我在那边做菜煮咖啡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人很有魅力。我觉得会在厨房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端出一盆香喷喷菜的那个人魅力是无穷。他刚有在炫耀自己会做菜跟煮咖啡。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听一点网友的复评？对啊，我觉得他太嚣张了，他现在这个人。可是网友不晓得我会这个啊。一姐，你愿意听网友的负面？可以啦，就第二名了，听 OK 啦。作为自己进步的一个动力。你只要听正面的、啊，我只要听负的。你只要听负面的。哇塞，他第二名的是啥？有魅力，有魅力的表现，对不对？有魅力，下杠燃猪喊呐！年轻的时候应该很帅，不过现在呢，点点点，好。然后默默说年龄差太多，无法体会他的魅力。脸越来越臭了。有一个张小猪说贱。因为你八年长演坏人吧？对啊，他说你演坏人，对演坏人的时候。啊，有一个正面评价，因为跟小 S 商量，所以你得听一下。Joanna 说姜是老的辣，酒是陈的香。小 S， 你说是不是？懂啊，我也不想管这些。为什么要问我？就是要你聊伟东哥的意思，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拉拉说打从心底发出的贵气无法挡住，贵气，贵公子。穿上了绿色高领毛衣还这么帅的只有一正。台湾版。Serena 说你是台湾版的福山雅治。许宜珍说他小时候幻想的如果不嫁给刘德华就嫁给你。哇，谢跟刘德华太像了，满满的感恩啊。第二名很不错啊，要看女明星的评价吗？要。好，女明星对宜珍的评价。投给一正哥，第一名是一正哥，一正哥咯，一正大哥，一正，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熟男的气质，因为呢我跟他合作最长的时间，然后他无时无刻都散发出一股魅力，一正大哥真的就是一个有魅力又神秘又帅气的男生，刚进入演艺圈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士，哇，一正本人真的很帅，而且他身材真的很好，因为你看他人这么帅，现在非常符合人气喜欢的那种魅力条件，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忘记他上次穿绿色高领毛衣上康熙的状态，我觉得太迷人了。我的最后一名是一正，因为他乍看虽然是一个帅大叔，可是之前在康熙看到他穿那个绿色高领毛衣，就会觉得他是长辈，他是属于婆婆妈妈喜欢的。但对我就是很像是我需要再年长个20岁才会喜欢他。一正哥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穿高领，怎么样？我要看你节目吧。的原因是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正哥好像追过我的同学。有一句话说，朋友妻不可戏，那朋友之前的男朋友呢也不可戏，所以我对一正哥很尊敬。我以为他抱什么料说一正朋友妻，原来他是说他朋友的男朋友他不可以对你下手。所以你是钟欣凌的朋友的前男友。我有点忘记了，大概知道他提的是谁？是谁？很久了，是我们认识的女明星吗？对对对，已经息影了，也结婚了。可是一正大哥现在是单身吗？我现在单身，我必须说了，我现在这个年纪要找，因为我不想生小孩，就是我可能不想生小孩，我不想要有小孩。我可能想结婚，但我不想要有小孩。好了，只是第二名，不用再发表那个。所以，祖雄打算要第一吗？好，来看一看第一好了。真的吗？可是我想看第四哎。哎呦 ，OK， 第四也算不错，好，第四也 OK。祖雄，我们看第四吧。好，网友及女艺人投票第四名是祖雄。网友第二哎，我惊讶哎，这女艺人第五哎。
他败在女明星手上。对，第四真的蛮低的，以他的水准。对 ，Hero 来说有点低，这是会难过哎，超强的。而且跟我自己预测的那个位置是一样的。我原本一开始预测的就是第四。怎么办？你刚才打算看第一，对，连前三都没有。哇塞！可是你要开心啊，因为网友排名你是第二的啊。嗯。他第四表示他把前三让了两个位置出来给那些没有准备好要在前三的人。哇塞！胡凤，你不会以为你在前面吧？没有，今天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亚洲人，所以我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不知道亚洲人看我们外国人的就是演是什么样。黑马，说不定你是黑马，异军突起。我听不懂黑马什么意思。OK， 所以你是外国人，说不定就是第一名。Black， 有可能啊。亚洲人看你就觉得你是花生。对，没有，因为你的头像花生。哪里是真的？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你说话。哎，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以祖雄最近的人气还会得到这么多网友的负面评价，你要听吗？不说话的时候很有魅力，可是一开口就一般般。 Lorena 帅是非常帅，可是也很 gay。 吴伟成说，除了你职业上要求应该具备的身材之外，你似乎没有想法。 Maria 说，虽然可爱，可是私底下会去约美少女护士单独吃饭，算是蛮猪哥的。也太夸张了，正常交友嘛，是不是正常交友？那是透过康熙配对的，就是算是就是认识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料到你真的会约他去吃饭。对，人家一般嘛，逢场作戏。我单身啊，他也单身啊，那就是先约出来，大家先认识啊。你可以接受一般人对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肌肉上面，结果认为你除了肌肉什么都没有。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就譬如说我出那个健身工具书，但是很多人都是认为是写真书。我觉得其实只要在那个时间是你只要把衣服脱掉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你那是工具书，全部都认为你是写真集。你觉得他只是在卖肉，没有在卖专业？很多女生会这样看。请问你把他放在第几名？祖雄啊，第九名。你把潘老师放在第几？我把潘老师放在第三呢。你看。祖雄其实哦，他会是一个后起之秀了，确实啊，他确实会是一个后起之秀。怎么办？会挤掉。但是经验很重要，真的经验很重要。所以你的书名会叫《长青健身》？没有没有没有，书名还没有，不是书名还没有定。健身界的活化石，不是什么吧？好了，大家。他们心情不错，因为祖雄掉到第四去了，所以中间空出两个名次了。嗯，其他的都很色，要念吗？很色，很色，这怎么会摆在很小里？肌肉很模糊。对，就是想要模拟那种。Joanna 说：“子弹机，咻咻咻，赶快把我射穿吧！”我觉得潘老师不会获得这种评论。喂，这个蛮有创意的。咻咻咻！有一个叫做靴的网友，靴皮靴的靴，看起来很腼腆，可是埋藏着衣冠禽兽的气息，这样的人一定超有魅力。哦，说你是葛雷啦。可是这样也算好听的。人面兽心。我觉得我觉得我节目上黑暗面吗？啊，你没有黑暗面吗？黑暗面有，就是比如说事业发展不顺利的时候会有低潮期，但是不会说想要去斗志，那不是黑暗面，就不会想要去伤害别人之类。所以你从来没有掐住女生的脖子？嗯，没有，也不会想要把同行的排在第九、第十这样子。到我这个年纪，再像我这样子试试看。你到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像我这样，下不是第一次讲这句话了。不是，因为你人家就没到你的年纪啊。对啊，所以我就说，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我排第九，是我觉得我比较强。他到我这个年纪，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他。不一定啊，潘若迪如果一直维持健康的话，到时候也就是105岁左右。潘老师有什么重要的那种活动会出席？
你会去参加班老师的告别式？好，我们要看看女明星对你的评价了。好，我想我的第一名呼之欲出，你看看这十张照片摆开来，不是他还有谁？这张照片选的多好，还有露点，怎么可能不选他？第一名一定是主角，而且他男女通杀。我就是看外表，我就是喜欢肌肉男，怎么样？我就是喜欢肌肉男呢、啊。啊，就里面最帅就他啊。身材已经有了，然后又有一种腼腆的可爱，会让女生会想要疼惜他。看了他最近出的健身书，哇，身上的肌肉线条让人流口水。我蛮看好主雄的，因为他的 muscle 还不错，而且很阳光。主雄他也是健身教练，那跟这个健身教练比起来呢，他长得就比较有型。我觉得主雄这一集真的很吃亏，因为你遇到了陈木，不然我相信你的名次应该也蛮前面的。我的最后一名是主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同志的天才，所以说身为熟女的我怎么会去喜欢到同志的天才呢？是不可以跟姐妹们抢的，知道吗？女生有在意同志的天才这件事吗？没有，我觉得只是硬讲。OK， 可是甜甜刚刚说是陈木在会威胁到他，对，所以如果没有陈木的话，祖兄他是第一。陈木，你觉得网友跟女明星可能很多还不认得你啊？嗯，在座的三位不认识他吧？认识他了，上次舞蹈大赛哦，你看他跳，就你很暗沉的那个舞蹈大赛，对对对，无缝啊，所以你要塞在第五吗？所以这里有很多这个前辈朋友们，他们的形象大部分是偶像剧的那个形象，帅气。但是我是外景主持人，参加很多就是庙会等等，很多人对我的印象有可能是比较好笑的人，所以我在想前面不太可能，因为我没有排演这种帅气的偶像剧，不是那么有魅力的人。对，而且我没有驼身材啊，虽然身材好。我从来都没有脱过。哎呦，不要小看我的身材哦，你都知道，他有身材吗？他有，有。哎，我刚看到，我常常跟吴凤出外景，不得了，老外，哎，他那个是盘起来的。我今天，哎，不要这样，我从来都没有盘起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外景节目里面从来都没有露出身材，我就是比较想要低调，而且游泳的呢。而且吴凤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比较长。他的那个，我没有，我的睫毛比较长。瞧你学坏了，学坏了，睫毛比较长。所以吴凤，你现在想要秀身材吗？我的身材，我觉得是 OK 的。看一下吴凤，背心脱掉就好。背心脱掉。好，182。来，真的是第一次哦。康康 ，Oh my God！ 我有康康。康康。我看看啊。还好呀，对呀，是还正常。可以来个麦克，你唯一可取是你的乳晕是粉红色的。你们这些身材怎么？你干嘛这样？我跟你讲 ，OK， 我跟你讲，我是每天出外景，吃来吃去全台湾的美食，保持这个身材算是很好哎。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聊合不合理啦，就是说你露身材的意思是，你觉得有魅力吗？是不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魅力哦。而且如果观众这时候转台过来看你脱衣服是什么意思啊？好，这个身材有吸引到你们吗？没有，没有吗？这可以啊，是合理，但没有到要露吧？因为要露，不值得露。怎么？是因为他现在露了上身，加上他的头，我觉得他感觉露好多肉哦。不是像祖雄那种表演式的，对他那个会让人家有压力的那种。好，所以我不是要叫你露身材，我就问你，你要在第五吗？为什么我在第五？你不是穿起来呀？台湾的，我所以最后一集一定是这样子。不过你如果在第五，你如果在第五的话，陈木不可能，陈木不可能掉到后三，陈木就会被挤到三前三了。所以你要在第五吗？我 OK 啊，我 OK 啊，非常好，非常好。如果你第九，然后沈玉琳第八，这样，哇，那他就不能结婚了。如果我是第九，他是第八嘛，我要离开台湾去菲律宾主持节目啊。那如果你是第九，陈玉琳是第十，这样就 OK。OK 都没有问题，我开心。你只要不要输给陈玉琳，不要输给他就好了。不是，我想陈玉琳。另外九个男生当中，除了吴凤觉得他绝对不能够输给你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人认为他绝对不能够输给你。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他们一定不会有这么奸诈的想法。
另外一个觉得绝对不能够输给沈玉玲的人是祖雄。我才刚说的。你跟我比什么？对不对？对不对？什么？露胸肌，露胸肌。对，人家逼我露胸肌。所以沈玉玲，你必须要在一或三才能够在主雄前面呢。对，那就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刚看女明星那个发言的那个方向，我就觉得不妙。所以你会在第五吗？没有，第八、第九、第十，因为他们还是在选外形，不是在选魅力。所以五现在是无缝要的哈，来。女明星加上网友们票选的最有魅力男明星，排名第五，也就是前段班的最后一名了。来，第五名。好，第五名是陈木。陈木。这么顺利吗？陈木，可是我没有想到会中间的。你有没有很失望？你以为你会更前面吗？我很认真，以为我会九或十。他网友第三，可是你网友第三哎，好厉害！女艺人不捧你场哎。我不知道，可能女明星们跟他真的很不熟悉，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还不太熟。所以我们先看看女明星对于陈木的评价。在我心里的第一名呢，其实这整个所有的人里面，我只看得到一个人，其他人都是马赛克，就只有陈木。那在就是他是我心里的第一名，在这里同时，我希望就是康永哥不要成为我感情路上的绊脚石。看起来就是新生代的偶像。很帅气，很像小鲜肉，犹如以前的柯震东一样。陈木，因为他的身材非常非常好，真的让我赞叹连连。上一次看康熙，然后刚好看到他表演，我觉得他的魅力好强好强。光看外形，他就是个小鲜肉。我最后一名应该会给陈木，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帅哥，感觉私底下就是花花公子。我是一个不喜欢刘海的人。特别是男生，你看我自己本身也没喜欢流汗，然后男生我觉得是怎样？为什么不能说光明正大、光明正大一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Sorry， 姐姐跟你有一点点的差距，有一点点距离，有一点点距离，所以哦，就是白白的身材好像不怎么样，就是我不喜欢弱鸡，要不然你要不要秀给大家看一下？有勇气听负面评价吗 ？OK 啊 ，OK 啊，真的。不会造成你就此退出演艺圈吧？不会啊，不会啊，那就是前进的动力。曹新纯说只有外表没看到内涵，许怡珍说感觉像个小屁孩，这个没办法，你就是嘛，就年轻嘛。OK， Zavon 说你是一个，那是德国人啊，他感觉你偶像包袱很重，会不会是那么金？哦，他有金吗？感觉是给人家的感觉。OK， 你有觉得自己是金的吗？还好，可是私底下可能比较放一点啊。你觉得他呢？刚出道到底要多放啊？有时候太放会走错路，你知道吗？如果像潘老师这样，就是太放。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很长的那个地位了，他再不放，什么时候才要放？怎么办呢？再不放，一只脚都踩进坟墓了。只能放手了，不然他还能怎么样？放手？什么叫只能放？还有只能放下而已。对啊，还是放啊。还有放弃。从第五开始，希望你有光明的未来哈。不过今天你占掉第五，伤害了很多前辈哦，因为不好意思，有一些人就很不高兴的被挤到后面去了。沈玉玲这个状况，我很难判断你在哪里耶。我自己都 confuse 了。剩下潘老师对不对？然后对，我觉得我们前排会包括八名第九名。那那个老人在说语无伦次。我觉得我们前排大概八九名应该会有两人。我自己真的想我是第五哎，我现在第五变陈木，我真的想不到我应该在哪里。那你就第三喽，第三或第一。三好啊，一定是三或一啊。最有魅力的男明星，我们现在为揭晓的是第一名，好。哎呦，直接公布第一名。第一名就是陈哲烈，你今天有料到陈哲烈是第一，而且他女艺人跟网友都第一，都第一，你有料到吗？真的很感谢，可我哲烈有这么强哦，我何德何能？我真的不知道哎，还是我们太弱？你们有那种老不要讲那种泄气的话嘛，妄自菲薄了，你们都给陈哲烈第一的话。
没有，但都前三，都是前面的，因为他形象太好了，他形象太正面，对，又有礼貌，对，他形象有这么好吗？对啊，有这么好，而且婆婆妈妈会很喜欢他这一款的，对啊，就是那陈德烈一定就会问他自己说，那他为什么在演艺圈为什么不是所有事情的冠军？就是偶像剧不是也应该找他演，然后找他发唱片，就是他这个第一吧，应该快了。快了，他出道多久了？你出道多久？你出道很久嘞，前面有主持节目啊。对啊，对啊。你出道几年？13年。哇塞！所以你觉得现在的成绩是有符合你的期望吗？我非常我非常满意我现在，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再更好。怎么办？他没有得奖感言吗？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谢谢你妈妈把你生得这么好，要谢谢，这真的要谢谢。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幽默感是真的。看看女明星对你的评价，好，谢谢。我觉得第一名当然是陈德烈啊，陈德烈，陈德烈 ，Derek， 陈德烈。我对于会煮菜的男人其实是非常，对我来说有很有魅力。我觉得男生会下厨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就不只是菜好吃，人也好看。因为我觉得啊，会做菜的男人，尤其又长得帅的男人呢，就先加10分啦。你看这种男生内外兼具的真的是不多了。耳闻说他对女朋友是非常的体贴，然后都会照顾的无微不至。你知道我们之前一起出外景的时候啊，出外景一整天超累，大家都累得半死。回到饭店的时候，他依然在那边这样，哇，在那边健身哎。这小孩子长得非常的帅，然后又有礼貌，但是因为他太帅又有礼貌，以及太高，所以呢，姐姐会觉得有点距离。我希望他就是可以每天早上，然后裸上身做菜给我吃。希望德烈哥哥可以做一个小 Y 系列的裸体厨房，好想看到哦！而且肤浅哦，肤浅，对啊，这也太对啊，肤浅。我其实是不要人家，男生都不穿衣服是最好的。我们也会做菜。我其实谢谢他们，因为很多是投票给我好的是很多是他们有来上过我节目，他们看过我做菜的样子。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加。OK， 正面的网友评价其实都很靠近，不过也有一些跟我们预料的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人认为你的眼神时刻都散发出我想要吃掉你这个讯息。陈德烈有这个讯息吗？没有吧？没有。你们当中谁有这个我想要吃掉你的讯息？拿到吗？你一个地方看。没有，你也没有。我觉得你们都没有。张立东有一点。我觉得张立东是我想要杀掉你。拍戏啊，之前拍戏。入戏，入戏，太入戏了，入戏。然后呢，负面评价要听吗？要。OK， 第一名嘛，反正也不是，也不是，是我觉得是前进的动力。好，每个都讲前进，你不讲一样的话，要前进去哪？有一个事情很有趣，说你很啰嗦。讲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故意睁大眼睛，是我欠你很多钱吗？好严格哦，好像是天生。牛肉干说你讲话的时候像便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神秘人说你上节目的时候感觉像在装笨。哦，好难哦，他是真笨，是真笨，装逼假的。他没有在装，是故意的。玉莹都觉得这些评价是真的，观众的感觉是不是 ？OK 啦，而且听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杀伤啊，对不对？没有被揭晓的四位，请举手好吗？是，这四个。这一期风水不好哎，这一期还是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对，四位同学，我们要看这个排行榜的第八名了哈，第八名也就是剩下这三个人的第一个。对对对，这样想。所以还是有机会领先第九跟第十。好，来看第八名吧。女人及网友投票的第八名是潘老师。OK。我有机会了，我有机会参拜，机会了，有喜参拜，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有机会，第三名的诡异哦，我喜欢8号。我是8月出生，8楼住在8楼，888，我会发，我 OK， 没问题 ，OK。那你觉得我会比什么？好像你把选手逼疯的感觉。OK， 你要看一下女明星对你的那个评语哈，吴凤。等等，我心目中第一名当然是吴凤，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次不知道票选什么美女，然后他选我耶，所以我这次是来报恩的。吴凤，我觉得吴凤她算是外国人，五官很深邃，但是她很亲切，感觉婆婆妈妈一定很喜欢她。很多女生对那个外国人啊，其实就加分。我跟她合作过，她的师奶这方面的魅力是很强的。啊，吴凤吼，她就是那个外国人嘛，对不对？因为我这一辈子吼。
长到这么大哦，我没有用过比如西餐吧，这是我唯一的遗憾吧。因为你在我心目中是个新好男人，而且恭喜你即将成为我们台湾女婿，因为他是外国人，你知道可以生出混血儿，感觉还不赖。啊，我心目中最后一名呢是吴凤。因为本身我自己啦，对于老外呢是无感的，老外又不是我的菜，嗯，我就只好把它排在后面一点的意思。觉得吴凤哈，他也是一个很帅气挺拔的外国人，外观上也是很高的分数，但因为他本人实在是太怕死，任何有关于可能会死亡的事情他都不做，然后就太胆小，这个就扣分。我现在只要看吴凤，就会跟一些美食联想在一起，觉得你这主持。这节目主持的真的非常好，然后让我饥肠辘辘。但我饥肠辘辘的重点是这一盘，不是你。好，网友当中正面评价来自有一个泥水王，他说：“外国人已经令大家莫名的好奇了，甚至是土耳其人，感觉实在很不容易遇到。”这个有加分哈。然后朱丹丹说：“光头非常的惹火。”然后江江说跟他结婚可以生出可爱的混血宝宝，然后这些都是OK， 这些都是正面的。然后负面的你要听吗？当然了，负面是非常重要，是你前进的动力。罗雨婷说没有感觉，因为帅的外国人这么多，而他不是那么帅，所以。然后孟婷说你讲话声音太高了，很吵。你是乖乖版的老外，没有坏坏的魅力，不够坏。哦，啊，他想要我坏哦，那明天我给拖一台车子，不是那种坏。好啦，他的金钟奖现在还可以保留在桌上，因为只要沈玉玲掉在第九或第十的话，就是安全的哈。所以九跟十的意思是张立东难道要去前面吗？哎，有可能，我觉得认真的，第三是潘老师哦，有可能潘老师哦，有可能。所以立东如果在第三的话，玉玲兄你是在九还是十啊？我再怎么样也不会输给老潘吧？我跟你讲，我发现自从跟你泡过之后就没有好过。潘老师会，你会想要去第三吗？不会不会，没有，我从一开始给自己设定大概都是在六以下的。不可能，一定绝对可能，不可能，绝对可能。我们都觉得你是第三，是吗？我觉得玉林哥第三很有可能，对，因为他第三，他就说校园演唱会的时候，下面学生是疯狂，真的翻白眼。同学大家超爱玉林哥，真的，他的学生同学是女生吗？女生超多，女同学哈他，哈他，真的，你又当哈他结婚了，他又准备要有小孩喽。你是说哈他可以跟他约会的那种哈他？应该吧，就超爱他。你不要低估他的能量哎，像他的出内在，已经上厕所，女生跟到厕所里面。不是，你自己有眼睛，我会看呢。不是，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不一定用眼睛看啊。有些人的魅力不是看外面人，我跟你讲，他散发出来的能量。每次到关键时刻，他就会不太讲话，因为他真的介意。他 care。你不要这么认真嘛！所以你今天如果九或十，你会生气哦，会记恨，会是我悲伤的起点呐。输给潘老师，可是如果潘老师是第三名，而我是第十名，对，但我见到他也是尴尬。你不要担心啊，我跟你讲，我跟你一起泡澡，我会自惭形秽啊，我还觉得恶心呢。沈玉玲这次有发动网友投票吗？没有。怎么发动？这次是乖乖的接受。对，因为我觉得魅力这种跟人气跟那个什么受欢迎那个又意义不太一样。你现在后悔没有发动是不是？啊！我在意啊！吴尊啊，是，我们要看第九名了哈。好，早点让沈玉玲解脱吧。女人及网友投票的第九名。天！怎么可能？哇！竟然是你。是我吗？你不是你，哇塞，都是第九名哎！哇，我觉得我们就完蛋了。哇，这样，夏雨欣，你刚刚说什么？不是，因为我给潘老师第一名。嗯，啊，就是你品味跟人家不一样嘛。潘老师又要跟你做朋友，你为什么突然又有力气？你可能第十哎。对哈，潘立东，笑脸呢？还 OK， 还 OK， 起码我在想说差不多，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在他。对，张立东是第十，对不对？他符合你的年纪嘛，九九重阳，对不对？而且我是你去登山的，连包括他们可能就是讲些什么，我可能大概都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OK， 对不对？我们先看女明星对你的评价哈。
我觉得潘老师的运动细胞非常的好，所以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人身体都会很健康。一定是潘老师啊，你看他现在几岁了，还像一尾活龙，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应该还蛮幸福的。听说呢，他疼爱老婆跟玉林哥差不多，玉林哥是下跪嘛，潘老师是让老婆都不用做家事，不用带小孩哦。尤其是你去上完他的课之后，你就发现哇，潘老师真的是很有魅力。关于全部男明星最没有魅力的，我刚刚全部看，我不知道选谁，就是一看到他的照片，就是很想选他。所以潘老师不好意思，就是你哦。我觉得潘老师好烦哦，就是他就是会一直碎碎念，一直会碎碎念的人。就潘老师还蛮有强迫症跟有点焦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潘老师是一个师奶杀手，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潘老师是很健康的哈。那我真的不喜欢玩毛兔，我比较怕那个有肌肉的男生，而且哈那个老师你哈那个用目光炯炯这样子，好像要把人哈活活的生吞掉。每次上节目呢，都一直在抢人家的话，一直搭话，我觉得曹大哥都没有你那么吵，你比较吵。因为你们在一起聊的是魅力嘛，但潘若迪如果来票选的话，应该是压力不是魅力。我想跟他在一起的人，要么就八字很重，不然就是上辈子可能就是欠他很多。他的魅力在哪里？我真的找不到。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因为跟你太熟了。对，对啦，对啦，那都是好朋友，都姐妹啊。想好一点，这都是我们那个群组里面的人。压力，你给人家很大的压力。所以还好。我在负面的评价当中选一些比较 OK 的哈。胸肌已经大到可以喂孩子喝奶，这算正面吧 ？OK， 要比罩杯嘛。有一个比较残忍的，来自小 P， 小 P 说。你应该知道，你跟祖雄的差别并不是肌肉这件事，是经历、经验。你毕竟还是混了三四十年。OK， 我只再讲一个负面的，我就不再讲负面的了。快抓狂！这完全符合刚刚的。奇妹说：“暴躁的中年大叔。”好，我讲这边的了。OK， 好，身材好又顾家，很棒。重情重义的阳光型男，是因为保姆事件才开始喜欢他的。还是有正面加分吧。讲话有内容也很搞笑，喜欢看他上节目。OK。哇，第九啊，所以好还有一个人在后面了。哇，一念天堂，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真的哎。你们觉得玉林兄在三还是十？三啊，三，我觉得这样子是第三，一定是三。一个是沈玉林，一个是张立东，一个在三名，一个在十名哈。请问我们揭晓第三名吧。好，第三名，紧张喽。好。怎么办？你要拿金钟奖？拿金钟奖讲讲话。还会回去的，还会回去。那个吴凤那个示威，你还可以对祖雄示威，你在祖雄前面哦。你有没有看到？祖雄，你眼睛睁大一点。啊，再回去。啊，我这个君子之争啊，对呀对呀。哎呀，这开玩笑的。太小看你了。这个还给你，但是婚不要结了。OK， 我赢了，待会去菲律宾了。张立东实至名归。嗯，实至名归。怎么会有这样？你不会真的认为你今天不是第十吧？因为我里面我只有觉得我不能输的是潘老师。因为潘老师虽然老少咸宜，可是我觉得他的老少就是老要很老，然后少要很少，九岁跟九十九，就是不太能投票了的那个族群。所以你虽然不介意后面名次，可是输给他对你来讲是一个打击。我本来是说，如果输给潘老师，是要在脸上写一个潘，他一定要写。我刚才在卖场带我女儿逛街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他还跟我说，我要是今天输给你，我就在脸上写一个潘，每天晚上十点钟发简讯给我，然后把照片传给我。他说他要写，先让他写。来，吴尊拿笔。没事啦，好，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没事，没事。
好，在张立东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明星对于他的评价。张立东，大家不要看他长成这样，哎，不好意思哦，可是他真的很有魅力，就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都会把女生逗得哈哈大笑。常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痞痞的，但是他有魅力的时候，应该就是跳舞或者是他在表演他的才艺，就觉得他非常的帅。看过几次他的模仿，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应该会蛮开心吧。我的最后一名呢，就是不好意思哦，张立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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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长相这一方面呢，他也不是我的菜，你只是挑错了你的这个 team 而已。其实你没有那么差，但是跟他们比起来就吃亏了点。认识他这么多年过后，他还是在搞一些小把戏来吸引女生注意。我觉得 be a man OK， 因为我觉得第一他长得很帅，但是又很油，他一开口就不太 OK， 然后有时候就是想要营造气氛，但是说真的不是那么的好笑。刚刚 Q 有人多丢，你知道吗？啊，撸来撸奇怪啊，有时候我看到他就会觉得张艺东甚至想要对我不利，我就哼。脏脏的不行。立冬这张有一种处于变态狂跟色情狂已经攻击犯的感觉，所以会感觉让人家有点害怕。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我本身很喜欢小眼睛的男生，也觉得他非常有魅力，但是我曾经跟他在一个演唱会遇过，他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瞄过我一次，他都在旁边看什么张艾雅什么之类，就那种你知道很漂亮又可爱的女生，没有正眼瞄过我一次，肯定。下次如果你正眼瞄我，第一名。投票给你疯了吗？来愿赌服输啊！没有，我觉得最侮辱他的是说他是小把戏。他每个台都苦练那么久。潘老师现在泄恨喽！潘老师第九名，所以唯一泄恨的机会就是在第十名脸上写个潘字吧。哦，好开心哦！哎，其实我的歌声是在场可能最好。你放屁！要不要给我个机会？他今天如果输给潘若迪，不但现场要写上潘字，以后他每次来康熙，他都要写上潘字。对，他自己讲的。哎，那你去西门町那个不是很厉害的刺青师傅吗？直接刺在上面就好了。我觉得写上之后你变得比较有型，哎，对不对？真的假的？你现在有型了，你比原来帅多了。对，你们当我是笨蛋。那我是潘啊。哎，张立东，听一点正面的啦。好好。有人真的对你很迷恋呢，有一个叫刘珍珍的小姐，她说：“立冬，你的单眼皮帅到我整个人都无法承受了，求求你对着镜头放电，电死我我都愿意。”哇塞，只对一个观众的话就算了，这么瞎，就只有那一个吗？对。就没了，嗯，就这样。好，那不要听不好 ，OK 啦。而且女艺人排名是十，然后网友排名是十，每年的双十节，你一定要纪念这件事情。玉林兄，你感觉到意外吧？就是你反而是在女艺人这边的票比较高，是在第二，网友却只有第五。所以我为我刚刚说女艺人很肤浅这个事呢，郑重的向大家道歉。原来他们不是只是看外表的，要不要看女明星对你的评价 ？OK 咯。OK。我第一名是玉林哥，因为呢，他配上一个丑丑的外表，但是很幽默风趣，我觉得女孩子看到他会觉得很被吸引。他怕老婆做错事还会跟老婆下跪，这种男人一定要嫁，绝版了。外形跟身材不是最出色，但是他的人生历练跟幽默风趣的程度应该是第一名吧。不是觉得他是那种大帅哥型，就是第一眼会被他吸引的，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有幽默，然后非常的风趣。如果我今天把眼睛闭起来跟大家聊天的话，我会觉得跟沈玉玲聊天比较有趣。很多人都觉得玉玲哥啊舌灿莲花，讲得头头是道，但对我来说他是蒙头谎言。外表其实里面大家看也知道，最比较没有外。就是他。你这边来选的话，不好意思，沈大哥，那改天再聊。人都是视觉的动物，虽然你站在这个最中间，但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们可以在关灯的时候接受你。你怎么每一次什么排行榜都有你呀、啊？什么什么调查都有你，不要什么节目都乱接 ，OK？ 虽然是一个学识丰富、涵养这么高的人，但由于我们一起合作下来，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敬佩你，我崇拜你，但我没办法爱你。Sorry。OK。还好啦。负面的就不听了，我们讲点正面的。哦，对对对，因为时间也有限嘛，对。陈思彤说，
人丑又下三滥，可是很有贱的魅力。没关系，每个讲你好人都先损你一下，为什么？哭笑不得，真的。猪皮说：“其实你蛮耐看的。”哎呦，哎呦，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我特别念出来，因为我也第一次。所以其实对他的，他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所以对他正面评价听起来就是这样，对他的负面评价听起来也是这样子。嗯，所以今天你开心，然后你打败了祖雄，我真的觉得，我要承让，哎，某一种身上都有。然后我们可能又燃烧了一个人的奇特的热血，就是陈德烈。是，对他双料冠军，我真的非常谢谢各位，真的，因为没有关系，明天大家就忘记这个。你是正面加分，你从此自由变少，责任变大，我传承给你。不过还是希望吴凤留在台湾啦。我当然爱台湾啦，你就问我还是会去啦。好，吴凤跟立冬跟吴尊的舞台剧什么时候上演？4月24号开始，然后从北中南这样巡回演出。那么详细的购票系统呢？购票资讯呢？请上年代购票系统就可以知道。还好你没有参加，不然你可能第十名。三位美女的这一个电视剧、网络剧《进入青春》，对，现在在网已经播了吗？开始播了。你们对这结果 OK 吧？潘若迪令你们意外，对对，我也是潘老师。嗯，沈玉琳也令你们意外，意外惨了。他进兵哎，你这样感觉就是建立在意外之上的，辛苦大家了，谢谢你们来。谢谢。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